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星。大家应该都放紧暑假啦。如果有得旅行嘅话，梗系去旅行啦。不过热死辣辣，我就宁愿匿喺屋企啦。咁匿喺屋企之余咧，其实大家都唔一定要每一日都打机，每一日都喺度睇动漫、睇剧啊，仲有啲咩做？颓咯。唔知道大家觉得暑假必做嘅嘢系乜嘢咧？星星就觉得暑假咧一定要食西瓜，一定要食雪条，一定要去海边。唔知道你哋觉得暑假有啲咩系一定要做，或者自己有咩目标咧？可以喺下面留言话俾我知，大家分享一下噶。咁嚟緊呢个暑假呢，八月份星星就会推出一连串嘅新影片，挑战呢个每日一片嘅计划。咁希望大家支持一下，呼吁下身边嘅朋友一起订阅我啦。咁越多订阅我就会出得越密㗎啦。咁会考虑下九月份都可以出返每日一条片啦，不过应该就冇乜可能㗎啦。我会拍多啲试食片啦，煮嘢食片啦，会拍多啲 vlog 嘅。咁就希望大家都会鍾意睇我嚟緊嘅影片啦。呢、这个夏天星星约定你每晚九点钟锁定星星频道，我会每日准时更新㗎。拜拜拜拜。望镜头。点解你会叫 Mochi 嘅？因为我比较肥啲，个肚腩好多肉，同埋成只白叔叔。所以我主人就帮我改了个名叫做 Mochi。 那 Mochi 的中文意思就是麻薯啦，即是年糕，类似香港的糯米糍。啊他不喜欢上镜，不像主人那么喜欢 show off， 是不是？